XPE1215 徐工千吨级产能大型移动恶式破碎站，适用于露天矿山粗碎作业，可配合长距离输送机组成无卡车物料处理系统。整机采用模块化设计，方便拆装运输，可实现16小时内快速拼接组装。采用无线遥控，远程操作履带行走，安全可靠。搭配徐工 XE950G 液压挖掘机成套使用，破碎效率更高。宽大的进料口，最大挤料粒径1.1米，增大的偏心距和优化的摆动机构，可实现轻松快速破碎。智能连续挤料系统配备超声波、电流、转速等检测手段，综合各传感器采集的数据和信息，自动调节振动挤料机的挤料速度，保证破碎作业连续平稳运行。破碎锤装置破碎主机卡料时，使用无线遥控器操作破碎锤装置，消除大块物料造成的堵塞，快速恢复生产。排料口液压调节系统，通过触摸屏控制面板，可以快速调节排料口大小，排料口大小实时显示，方便快捷。主输送机尾部带有液压升降功能，根据排料口大小快速调节卸料高度，延长皮带使用寿命，方便检修。环保除尘系统，在主机进出料口、输送机卸料口等扬尘位置配备喷雾除尘装置，防止灰尘溢出。动力传动系统，针对破碎工况开发的动力系统，可靠性高，油耗降低20%，同时可用外接电源，进一步降低运营成本。智能控制系统，采用图形化触摸屏操作界面，具备一键启停、联机保护、故障自诊断及远程控制功能。随着开采面的变化，采用无线遥控器可便捷移动整机，快速恢复生产。徐工 XPE1215 移动恶式破碎站，集安全、环保、节能、可靠于一体，是矿山物料粗碎处理作业理想的选择。